那也不巧，本来呢，这个我只是要在我的部落格拍照片，然后写文章，因为上一次这一家香氛香爵蜡烛跟它的香皂受到非常非常多人的喜爱，我没有想到就是会这么多人买，而且买到就是他们整个都缺货到不行。那这次拍影片呢，是因为我看到他们新的东西给我，这个太兴奋了。因为来看，我上次收到的是就是这些，然后非常多，可以去看我那个部落格，它的包装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它又是天然的东西，它的产地是英国，虽然说它的价格不便宜，但是呢，它一块真的可以用超久的。我跟你说，它非常非常的扎实，这是还没有用的时候，然后这是用了三个月还有这么多，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用，还有我老公，还有我小孩哦，都用这个哦，用了三个月还没用完哦。它香味还是持续的，我是觉得它真的很厉害，会让人家觉得它可以百年传承、千年传承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上次我文章里面分享到，然后超多人爱，然后大家还想说我是上演格雷嘛，就是因为它是低温大豆蜡烛，它是可以直接倒在皮肤上面，然后滋润皮肤，就是皮肤可以吸收，低的时候也不会很烫，然后就是可以按摩。上次拍的照片就是有低的照片，大家还是不相信，没关系，我现在再低给大家看。基本上还是不要一下太多，就是它现在是有，但最好是就是等它烧到整个是平均的，差不多烧四五十分钟以上一个小时，然后再去用，它才不会中间一直凹下去。好，就是它这样子滴出来，它就会这样热辣的那种感觉，或者手部包样不是会进那个辣吗？就是那种低温辣的感觉，所以它并不会烫伤你，就是这样可以吸收。应该要打一个小时吧，就是在上老师大部分的，然后按摩脚踝那边，你在按摩脚踝，就是你要求会不会再多一点？上次我按脚踝，上次你没按那么久啊，啊，睡着你不知道，好痛，啊，哎呦，专业一个好吧。哦，我脚踝那边好痛哦。恢复我去吧。比较有感觉。怎样？那种感觉。比较像被滴到的感觉。这一家的爱用者就会知道，他们这个真的是非常舒服，然后很厉害。冬天的时候拿来滴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可能按摩一下就睡着那种感觉。你想要除臭，然后要有香的感觉，就是这样打开着，然后放在房间或者放在鞋柜。我鞋柜每一个都放一个，它并不是说会帮你完全除臭还是怎么样子，但是它会让那个空气整个就是有没有滤掉的那种感觉。肥皂也是一样哦，我保证我都是先放在衣橱，它就是一直很香，然后真的非常舒服，天然的香味。自从用了这个之后，就没有再用芳香剂，就是用这种还觉得比较好。现在要来开我刚收到的它这系列的新品，因为它的包装实在太可爱，我刚打开看的时候整个太兴奋。这次呢，它有旅行组的那种感觉，跟更大块，可以让你用更久哦。花园香氛大皂跟花园香氛小皂。好，那总之就是这个可以自己再去看。以前呢，我买一些比较好的品牌，他们一个香皂可能就是要接近千元，但是真的用不到一个月就没了，就是剩小小一块，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好的香皂，但是确实它也是比较贵。这一个我真的用下来的感觉呢，虽然它价格是比较偏高，但是也没有到接近千元，500到800之间的价格。它整体的味道我觉得更舒服，更让我会想要持续用它。最必买的当然就是因为够扎实，又非常好起泡，不会软烂。所以真的香皂好不好真的还是有差，这样大小的组合。我先来打开一个，好，这个大的真的就是这么大，噔噔，就这么大。来看之前的，它的内容物不同，之前这个是200克，新的这个是260克，正面好像差不多，但是稍微大一点，多出蛮多的感觉，有没有？更有分量就对了，所以你可以用更久。到底我可以用完了吗？好，我换一个香味，那种感觉 CP 值超高，就是指这样子的东西。想要尝试更多它的味道，这是为什么？就是你知道我这么强烈想要拍影片来表达我内心那种亢奋、激动、
开心的感觉。香皂口碑品牌，还有蜡烛口碑品牌，这么多可以让就是各种不同喜好的人去选，我到底要开哪一个？好期待哦！然后小的呢，就是我觉得旅行用就很好用，他们的发饰轻盈，我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我来开这个好了。它是60克，有没有觉得我就是干嘛特别穿成这样？就是太开心了，很想穿个美丽的来分享一下。然后它打开，你看有没有三小块爱心欸？爱心的感觉也很可爱，带一块这样出去感觉就很赞欸，很适合当成婚宴上面送结婚小礼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品质有这么好，三小块跟这个大块一块，这一系列呢，它现在就是又有团购，所以你看到我影片的时候赶快去，不然时间过了到时候又没了。大的它定价是620，小的定价是180，180真的很划算欸。我先看到一个新的，就是广藿香橙花，就是这个，哦，它有一种清新深远历练的那种感觉，传承很久的那种味道感，还蛮舒服的。其实每一款确实都感觉很像是用尽非常大的心血跟心力来去制作出来的这些味道，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的香皂真的是非常值得买。其实薰衣草好像也是新的，因为之前薰衣草它是有另外加其他味道，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单纯薰衣草花园大皂。哦，可以睡觉了，我的脑整个已经呈现就是要入眠状态。还有粉音香，它介绍叫做不愿可怜委屈，只想淘气任性，蛮可爱的。它里面其实是含有粉红椒、紫罗兰、紫丁香、黑醋栗、茉莉、玫瑰、樱桃、麝香、香草、檀香，这还真是用心啊。它怎么每一款都这么的吸引人？它跟广藿香橙花比起来，这个味道它比较重一点，这个然后就比较淡一点，它没有很明显会让人家一闻就觉得很重的感觉，非常清香系列、清爽系列，不是像清柠那种爽感，但是这个就是非常舒服，然后带浪漫的那种香气。哦，这个白茉莉檀香，哦，它一拿出来就有一个很舒服的香味。它的内容物是红梅、琥珀、麝香、蜜桃、白茉莉、紫罗兰叶。琥珀、麝香就比较中性的那种感觉，但是又带一点点柔的蜜桃感。那如果你是一个香味很敏感，然后并不想要有特别香气感觉的话，这一款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一次拿香皂拿到，我也觉得好像有种疗愈的感觉，很想试它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好光滑哦！它有附这个奶油泡泡网，吊放在浴室那边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就这样嘛，放进去，手可以去搓洗。它就很容易起泡，这么有质感的第一次看到，小的也可以带出门，有没有？就这样，我用过所有的香皂里面，它真的是最不会软烂的。放着它可以自然这样子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我就拍影片来起泡。这个是大皂，我一手难以掌握，通常用这种会起泡更快，这次附这个很方便。你看，这样就起泡了，有没有？超快的，我才搓个两三下哎、欸。你看，如果说你整个要洗身体，你可能你看这样子搓，你看就是差不多十下就泡泡超绵密超多的，整个拿下来去搓洗身体，一定整个洗超快的，真的超好用的，超赞。这个超疗愈的，吸袋型小的，没有用那个起泡的话，平常起泡的感觉哦，你看也还蛮快的，它就蛮快就可以，它拿起来搓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肥皂爱好者来说，就是感觉是还蛮好的，我个人就是很爱肥皂，比起沐浴乳的感觉，把它排在一起，好疗愈哦。还有很让我迷恋的香氛蜡烛。好，没有用过的赶快去试，要去试闻的话，那就去他们快闪店。其他更详细的就去看我的文章，去看我的部落格喽。你看到喜欢的话，就要记得赶快买，因为之前团购的时候，有些人他就还在想的时候，然后就没了，然后一直问我说还有没有开团的机会。英国来的这些，他们制作的时间真的要非常多天，他有办法完成的香皂。
追不是用赶的就能赶得出来，看到喜欢就赶快买。卖最好的前几名，比如说第一名是法式青柠，第二名是百日草雪松，然后第三名是迷人百花。这些的话当然是最快被抢完就是了。法式青柠第一名的。我不想讲话，抽离世界喧嚣，置身真空平静。它的里面是铁线莲、柠檬、象台木香、柑橘、莱姆、罗勒，很受欢迎的味道感，非常舒服，很温和的那种中性感。第二名百日草雪松，它是跳离忧郁束缚，躲进温暖乐观里。哎，现代人真的很需要哎。第三名的迷人百花，甩开平庸，穿上令人眷恋的香味。不知道，不要，不想，给我。这真的就是除了疗愈之外，你真的会想要二刷、三刷、四刷、五刷、六刷的去买。好了，别忘了订阅我的影片，然后还要记得订阅之后要按铃铛。那就这样，然后赶快去洗香香吧，拜喽。